团康带动增进人际互动，政府推动长照据点，其中在竹崎环保站开站的第一天，28位长者参加。是真好啦，这政府拢会轻松爱点动的轻松啊快乐啦，啊这头脑吼头脑也好啦。这样的据点，也就是所谓的巷弄长照站，是政府社区整体计划之一。我们想要让大家在这样子的服务里面可以看得到、摸得到，而且真的是用得到。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当然会想说，在环保站里面的菩萨们为了大众，然后为了环保这么的尽心尽力，那我们当然也会想说要照顾这一群菩萨们。这么好的因缘，我们医院跟卫福部合作的这个长照西据点在我们的竹崎环保站，能够让我们的环保志工能够长长久久永续的一直做环保。希望长者都更重视身心健康，从环保站出发。台湾新闻之声美智工叶惠莲、陈俊廷加以报道。